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们不受影响？念在苏小姐为我出头在先，我姑且饶你一命，若要下次。楚君，快跟江先生道歉。不必了，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，你们先走吧。江先生是我的未婚夫，在场的众人若是不听江先生的话，那就是与我苏家作对，后果我不必赘述。我在外面等你。难怪他背后有苏家撑腰，四大天柱的大家族，一个小小的护卫都能碾压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完了，全完了。江先生，是不是我只要自废武功修为，就不会连累我们的宗族？徐堂主，你……自然。好，好，我圣武堂堂主徐明鸠，愿自废武功修为。你们要连累自己的宗族吗？我，居仙楼总管黄婉，愿意自废修为。你，我，龙门门主朱子云，愿自废修为。好，我沈世云，血煞盟盟主，愿当场自废修为。不不不，别人可以，你不行。